Hello， 勁辣魚蛋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們是 Kola。其實我未睇，不過咧我就睇咗其他人 comment 我哋節目嘅留言咯，跟住我就覺得好似睇多次造星咁樣，即其實都係有好或者有唔好嘅留言啦，但係都係可以睇佢哋留言嚟留意自己有咩需要改善嘅地方咯，即可能講嘢仲有咩地方需要改善咁樣。我覺得是造星的時候，可能因為大家不是真的有那麼長的時間去讓觀眾認識到我們，但是節目就會多了時間讓觀眾看到我們真實的性格是怎樣，就是令到他們，原來這個女仔有這樣的性格都挺有趣的，這樣我覺得是這樣。我也是希望即是觀眾可能就算未必一睇就可以了解到我哋嘅性格啦，但希望佢哋睇完會開心咯，即係 feel 到我哋係真係好熱衷咁樣投入呢個節目，投入我哋呢個 group， 咁就希望佢哋都會對佢哋嘅夢想，即係都會 feel 到我哋呢種熱誠，然後自己都會 cheer up 到佢哋咯。